好烫，超超好猛！哎，那史莱克怎么在回血啊？哇，这史莱克怎么回事？好，我是史派克，我是史派克的狗。要带哪个能力？是不是能力有差？我带这个。没有人打得死我。那是什么东西？怎么这么多圈圈？不是，这怎么圈圈？为什么都是圈圈？这会受伤吗？会受伤啊！为什么都是圈圈？这款游戏它到底有没有有一天有种把他们的更新弄好？怎么没有一次更新是正常的啊？到底是怎样？没有一个技能是正常的，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站着不动会回比较多。哎，真的会耶！哇靠，干这是要怎么死？原来这个东西要这样子玩哦，要绕圈圈。哇，我真受不了！感觉这个是不太可能正常玩的、啊，这几天他们没修之前哦、喔、是不太可能。现在只是还没有人知道史派克可以这样玩。但等今天过后，明天大家影片一发，或是等一下影片一发，哇，你看已经有了史派克什么魔焰哦，单挑来了，魔焰大战魔焰，看是你强还是我强。靠近我，他越来越靠近我了，他想要烧我，他想要烧我。对，好忙啊！激斗，激斗。哇，干，超痛超痛。大哥你先死一下吧。42万，火会消失啊？十几秒，那火很久。不是我其实蛮好奇的，他们既然当初在做那个测试服的时候，那个一定除了我之外，也有其他人发现说这个魔焰效果太 OP， 就算没有知道史派克跟猴子会触发成这样，那怎么测试服的时候还不修啊？啊
么还不改啊？